讲出好故事，赚出好人生。他们是来自黑土地的草根艺人，台上一张笑脸，一身功夫，台下为梦打拼，变身伤害。二人转，帮他们转出了更大的舞台，转出了人生的尊严，转出了崭新的梦想。追梦之路有多长？转出好人生，向您讲述。锣鼓一响，好戏开场。您问我啥戏？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从五月到八月，30组优秀的二人转演员齐聚北京，转出功夫给您看。想找乐的，您往这儿看，二人转演员都是段子手，专治各种不开心。想看绝活的，您往这儿看，二人转讲究说唱伴舞绝，演员们都是功夫高手，那绝活胆儿小的您都得闭上眼。想听戏的，您就更得往这儿看了，9腔18调72嗨嗨，总有一款适合您。就从此刻开始，就在这个舞台，二人转演员要挑战斗功、拿手功夫、即兴功夫大比拼这3道大关，争夺当期的人气最高选手。讲出好故事，赚出好人生，挑战马上开始。赚出好人生，斗君一乐，开心是宝。本节目由君乐宝乳业独家冠名播出。好，那首先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本场的特邀嘉宾，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老师，欢迎您。好，那这边呢还坐着两位点评嘉宾，他们是二人转表演艺术家韩子平老师、董伟老师，欢迎两位。好，闲言少叙，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轮斗功大比拼。那么这轮比拼的规则是什么呢？请看大屏幕。哎呀，看什么大屏幕啊，我说更清楚啊。本节目共分12期，前10期呢为个人比拼，后2期呢为团队对抗。前10期呢，每期节目当中呢将会有3组选手进行比拼，他们呢将会经过3关严厉的考验。第一关斗功大比拼，第二关拿手功夫大比拼，第三关即兴功夫大比拼。更好。哎，你说你这好表现的毛病什么时候才能改啊？啊，你这搞这个中华好舌头大比拼呢？你知不知道你今天的位置在哪儿？我在哪儿啊？那儿，为二人转演员做好服务工作，知道不？哎呀，我说毕老师，哎，这我好好的跟你说道说道了。怎么着？大家伙都知道咱俩是搭档，对不对？平时咱俩主持节目那叫一副价。今儿怎么着？转出好人生，你想玩那个单出头？哎呀，可以啊，还知道单出头是吧？当然了，单出头也是二人转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我还就单出头了，怎么着？哼，我还会回来的。哎呀，总算是耳根子清净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大比拼的规则。第一关斗功大比拼，二人转演员们必须现场挑战3位全国最不爱笑观众。每一组演员上场，3位最不爱笑观众都将分别得到10个由君乐宝乳业送出的健康乳品大礼包，每个价值300元。比拼中，演员每逗笑他们一次，就能从他们手中拿走一个君乐宝健康乳品大礼包，反之大礼包就归至3位观众所有。逗乐高手能否逗笑冷面观众，让我们拭目以待。现在呢，咱们3位最不爱笑的观众已经坐在那儿，欢迎。不是3位，这么热烈的掌声，你们仨都不能给个笑模样啊？那个您好，大叔，您从哪儿来啊？我从甘肃兰州来。不爱笑是吗？不是，我是长期当过兵，愿意多看一些战争片新闻。在看节目的过程中愿意思考，笑嘛在内心里笑，表面上我好羡慕一笑，就这样。今天希望您能绷得住啊。来，中间这位大哥，您从哪儿来，做什么工作的？我在河北任丘从事新华书店工作，我这一般保持严肃认真，所以从来笑很少。我们到底看看这个全国征集的最不爱笑的观众有多大的忍耐力啊。边上这位小美女，你想什么呢？我在问两位这个最不爱笑的观众的时候，我看你一直在思索。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我叫戴晓彤，来自辽宁沈阳。我不爱笑是因为我最近失恋了，心情不太好，所以
最近笑不出来。然后听说咱们这个节目不是说挺好玩的吗？想来乐呵一下。要想把这三位逗乐，真是不容易啊。那么而且我还要提醒观众朋友们，您也可以拿起手机呢开心一摇，就有机会获得呢由我们君乐宝送出的健康乳品大礼包。逗您一乐，开心吃饱，本栏目由君乐宝乳业独家冠名播出。首先出场的选手是谁呢？来，我们掌声欢迎他。谢谢谢谢。我发现你心机挺深呢、啊、你啊，你今天穿大褂来的啊？你是不是看江先生来了，你想跟江先生啊说相声啊？那是江先生捧您还是您捧江先生？哎呀，那可不敢，那得姜昆老师捧我，我要捧姜昆老师那我不就妥了吗？那带那枪什么意思？枪，看高兴了给我一枪。就是您不跟他说相声就拿枪了，去你。面对这三位特别不爱笑的观众，我觉得你压力还比较大呀。让您几个笑我看挺难的啊。那个笑不笑？笑不笑？笑不笑你？完了，没一个笑，没一个。我还真求求你，你仨还真别笑。你仨要笑这些东西，我回东北我没法拿，真的啊！大家想不想听主持人傅玉龙的事儿啊？我要讲讲他，大家肯定笑，肯定笑，肯定笑。哎呦，我那心揪的，你知道吗？那观众就是真不笑啊！哎呀，当时我就替他捏把汗。傅玉龙现在牛了啊，全国人民都认识。原来我跟你说，我最了解的，原来他家搁农村住，我们俩住前后差不多一个地方啊。原来家穷到什么程度，我给朋友们说，就农村的野耗子上他家转三圈都含着眼泪出。现在当个主持人还装下来，最能装，花去几百块钱买个自行车，骑骑骑骑，白拉手啊就背后边说，媳妇儿媳妇儿，你看我这手没了。那媳妇儿说，哎呀老公你真行。完了骑骑把俩脚又搞后驼架，说媳妇儿媳妇儿，你看我俩脚也没了，多能装。他媳妇儿说，哎呦老公真行。正齐齐胖撞树上了，说媳妇媳妇你看我这牙也没了。花1200块钱买一个金戒指，这老大搁中指上戴，那家出门那家走道都这样似的，把中指亮在这上小吃部吃饭，跟小吃部还装呢。这家进屋就搞戒指，刚刚磕桌子吓唬老板娘，点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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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一看，老板娘说，这小子这么能装呢。老板娘也没惯着他，上个假设大金牙呀，吃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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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碗面条子，坐那个桌子上踢了秃噜吃呢，正搁那吃呢，完了小吃部他家吧养一条狗，这狗就搁那趴着看，这小子一看就急眼，老板娘，把你那狗整回去，什么玩意儿他妈客人搁这吃，他搁那看。老板娘过来一瞅说，哎呀，先生真对不起嘛，你用这碗是他的，你看，这半天你真不行。恭喜你关小平，我们三位冷面观众毫无表情。那个美女还想着那个失恋的事儿呢？她在说丢戒指的时候，因为我昨天刚丢一个金戒指。你这撞枪口上了，你这是啊，可别说了，再说真哭了。我觉得小平在舞台上有经验，但是你在这个冷面的观众面前缺少点经验，缺少点经验。他冷，你应该比他还冷才行。你跟他对着，看谁冷过谁去。以毒攻毒。看来姜还是老的了。来，掌声欢送。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组表演选手上场。这把我凿的你！哎呀，干啥呢？哎，起来起来！你搁这碰瓷来了？我碰瓷我也不碰你啊！碰瓷我得碰毕老师。对对，碰瓷得碰毕老师，毕老师是瓷的。哎、你碰我那叫碰瓷吗？那叫碰毕。做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王亮。大家好，我叫小月。这是我的老婆，叫丑丑组合。丑丑组合啊。我长得磕碜吗？就是丑组合吗？你自己说的，不是我们说的。不是你要说你丑呢，大家是不是也都同意啊？
啊，不是，但是你媳妇儿人家挺好看的，你干嘛这丑丑组合呀？他说那个一白遮百丑，一胖毁所有嘛。啊，你们这个丑丑组合是有渊源的，是吧？对。来，咱们通过这个大屏幕来了解一下你们的故事，好。我说不行的事儿，你就别跟我俩犟，这怎么犟？你别跟着我，我走我，你总跟着我。谁跟着你了？哎，别跟我，我有正事儿。你有啥正事儿？我这不在这儿遛狗呢吗？哎呀，你真烦人。王亮出生在辽宁省葫芦岛的一个小农村，小时候自学乐器，开始只能做为农村红白喜事伴奏的零散活，直到朋友开办二人转剧场，王亮才受邀成为了一名二人转乐师。然而他开始不甘于坐在幕后，他要走到台前，做一名真正的二人转演员。最大的原因就是那个时候老婆怀孕了，怀孕那时候条件不好，挺着大肚子跟我去唱戏，一直唱到八个多月。但是令我没想到的就是当天演出的现场效果是非常好的，打那以后就没改回来过。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我的辣椒面儿。你信不信我烧过油把他们榨成辣椒油？你别搁那瞎说。谢谢亲光临我的房间呢。哎呀，得自从晚上破手机得谁亲谁。么么哒。我多希望容嬷嬷能扎你一顿。其实我们这些年在二人转的舞台上磨练，也有很多酸甜苦辣。我们做这一行真的是很不容易，都是台上风光，内心彷徨。二人转成就了我，以前没想过自己能开起车，也没想过自己能买起车。2010年我买了第一辆车的时候特别兴奋，那个时候在车里自己睡了一宿，偷偷的哭过，特别激动的那种哭，特别幸福的那种哭。哎，寻思一个农村的黑小子靠着自己的努力，媳妇陪我走，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真的很不容易啊。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原来扮丑是你们两口子的功夫，是不是？对。那接下来面对这三位不爱笑的观众，我个人认为对付三位不爱笑的大侠前辈们用不着我媳妇，我自己就能摆平他们。这老嘴，我老公不用麦克风也照样能逗笑观众。那你演吧，我走。哎，王亮，不拿麦克风，观众能听见吗？谁听不倒啊？不是，后边的都听不见你说话。该谁让他不坐前面来的？坐，拿麦克风。谢谢大家来到段出好人生。温柔点，这是中央电视台的麦克，看看，学长。喂，对，没有角度，姿势不正确，注意细节，看我的。喂。我寻思跟你们讲讲我龙哥的事儿呢。前两天我们出门啊，一准坐飞机去的，上飞机我龙哥也不听哪个说的，坐飞机得抢座，
他就先抢了一个座，后来来了一个穿西服带领带的，跟说话可客气的，你好先生，请您让一下，这是我的地方。他还给人急了，滚一边呢，我先坐的就是我的。那小子都急了，说哥呀，我求求你了，你给我吧，这是我的地方。他也急了，我告诉你啊，我就坐这儿，爱咋咋地。后来人那穿西服那小子都急了，你坐这儿吧，一会儿飞机你开啊。跑人驾驶舱去了。最可气的就是在驾驶舱给拽到后边了，那大嗓门伸手就喊，亮快看地下的蚂蚁，地下的人就跟蚂蚁似的。我还没等回答呢，后边有一个大爷站起来，啪就一个大嘴巴，能不能别吵吵，飞机还没起飞呢，你看那就是蚂蚁。要说无巧不成书啊，他还乐呢，没完了。哎，这是，别住啊，别住！要说无巧不成书，坐飞机坐一半，哥们儿遇着寒流了。播音员在那说：“亲爱的旅客朋友们，飞机不行了，你们快跳伞吧！”赶的也巧，100个人99把降落伞。到后期眼，到后眼的飞机上就剩仨人，我一个，龙哥一个，还有小朋友。啊，正常你说你把包给小朋友啊，咱哥俩活不活无所谓。这个龙哥多气人，这小朋友手里抢个包就跳下去了，当时都给我气烦了。我跟孩子说，我说孩子别害怕啊，叔叔没什么能的啊，就是一个苍蝇传，你这么的。你抱叔叔这伞包跳下去，你能活。将来呢，你要学习好了，你想点叔叔就行了。那孩子都乐了，叔叔啊，没事，刚才抱我书包跳下去的。最搞笑的，我问我趴飞机那喊的，我说龙哥，你咋样了？你瞅那损色。哎，不知道啊，我还没到底儿呢。谢谢。终于有一位绷不住了。哎，那小姑娘还在笑呢。嗨，笑呢。我得好好问问你了啊，怎么就是王亮刚才他这个斗功大比拼，就把你这个失恋的这个阴云就突然间给拨开了呢？我觉得我没笑啊。那你是哭的吗？又笑，再拿一个。拿笑呢。一会儿真哭了，回来还我一个吧。不，你承认他演的好吧？把你逗笑了。我承认，演的确不错，挺好的。谢谢，真的。谢谢。是不是看着王亮长得像你男朋友？如果他没结婚就更好了。他媳妇儿都带上来了。其实我一直在观察你们，我在盯着三位的面部啊。您实际上也有点面带微笑，但是又似笑非笑。想笑还是没有笑出来。这王亮回答过我一个问题啊，哎，紧张不紧张？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啊。刚才有没有出错的地方？哪句话出错了，知道吗？亮，快看，地下的蚂蚁，地下的人就跟蚂蚁似的。他老师火眼金睛，给老师来那个人像蚂蚁，他先把蚂蚁说出来了，后来想不对又说，就他先把底儿给你露出来了。这个他就效果就差了一些了。如果你要是把这个说好了的话，我估计女孩前面的没东西了。啊，没东西了。谢谢老师，谢谢大家，好，准备下一次挑战。好，那这个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组挑战选手。姚军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小时候有一次在村里观看二人转演出，对二人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姚军做了人生第一个独立决定，考取县剧团，成为了一个专业二人转演员。04年的3月份，我来北京演出，完事我就听后边有人脚步声，我这一回头我一看，啊呀，哎，不对，戴个鸭舌帽，瘦的像猴子一样，颧骨啊瘦的打后嘴唇子，没一个正经的一个男人样，要按现在的词儿说，颜值一点没有，那还不如我呢。说实话，演出完之后，全体演员都争抢照相，我记得我也很幸福。我说潘老师照个相，潘老师这样
这斜拉鸡，一个大高个子，他挺老高，一米八几，我就仗着胆子打这个电话。那他，哎呀，那个潘老师啊，我是姚军，我说我想拜您为师。当时我撂下电话之后，我的脑袋就懵了。我就是偷偷的去了剧场去看那姚军演出，我在底下看，他也不知道，所以说我看他在舞台上表演呢，是非常绿色的，跟其他的二人转演是绝对不一样的，尤其是在唱功问题上，我觉得是我所见到过的年轻的二人转演员，我觉得唱的是最好的。我看了他的演出之后，我就决定收在自己的门下，也算我第一个大徒弟。姜老师好，毕叔好。哎，行，毕老师，你管他叫什么叫毕厨？不是，毕叔。啊，后边还一大姐说叫毕虎。我说是毕叔。毕叔，那完了，今儿咱比赛你毕叔了，你看你。你好。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叫毕叔呢？因为我是潘长江老师的大徒弟，我叫姚军。对，从我师父那边论，我管他叫叔。不管是叔也好，师父也罢，咱们在舞台上拼的就是功夫，斗功大比拼，挑战开始。咱们这是君乐宝冠名播出的节目啊，说老人喝了君乐宝，健康开胃又补脑。我说大爷，你啥时来跟我大爷吧？这不是吗？哎呀，你好大爷，啊，哎呦哥你好，你好，无效，不笑是什么原因呢？他往那一坐，有的确实他就是不爱笑。类似像这样式的观众，真几乎碰见的很少，啊，像今天这种，我觉得作为一个二人转演员，这是对你演员的一个考验。那我这次就找不爱笑的，我就给你增加难度，我就是考验你这个二人转演员面对这样的不爱笑的观众来。你能怎么样能够把他逗乐？你比如说男的，他做的抗人转，他比较投入的时候，他不管你两旁有没有人，那他拿瓜子一吃，哎好，哎呀，这演的好啊，好，哎呀，这节目精彩，好。这是男的，你要是女孩，他就不一样了。女孩她往那一坐，他不这么坐着。他一般都这样侧身，没有，就这一种眼神。他嘴上啊有口红，怕把口红蹭掉了。哎呦啊，呵，你杀伤力太强了。老妹儿呀，你可别给他憋，我都看你笑好几回回来。你看，我一直在盯着，就是这个大爷和中间的大哥两个人依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人家全国选，那要是轻易笑了，那还叫全国海选吗？对，就边上这女孩，我觉得选角有什么问题？她不是不能笑，她只是暂时性失恋。对，所以她实际上。不是毕老师，你说你失恋，他竟然笑了。这个归我的，那包是他的。你刚才笑了两次，对不对？他使相的时候你笑了，刚才头套甩飞了你笑了，啊，怎么就没憋住呢？因为我突然间想起来我们家咪修了，她是我闺女。你家咪修是猫还是狗？是狗。哎呀，姚军啊！姚军啊，居然你刚才你那个表演的跟他家那咪秀连相是吧？但是我们家咪秀特别好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就是形容人可爱拿他们家宠物来比较的啊。好，挺好，挺好。反正笑了，两个包一会儿就归你了。谢谢各位，谢谢。江先生，我想特别问一个问题，说到这个逗，如果是一个相声演员也走上舞台了，他也要迅速的和观众拉近距离，如果也找这么三个冷面观众，哪怕马上就要让人家笑。我把他叫上去。毕明鑫呢也应该是算我的学生啊，他是算我的学生啊。相声演员的那个乐，让大家把乐跟这个二人转
有点不同的，他需要人去琢磨。马三立老师说有一人在公园里头那儿坐着，腿痒痒，挠，咔哧咔哧咔哧，大指甲盖这么长，不行，不管用，还痒痒，还挠，咔哧咔哧咔哧，还再挠挠，咔哧咔哧。旁边坐一人问：“大爷，你干嘛呢？”“干嘛呢？我痒痒。”“您痒痒，你挠我腿干什么呀？”笑了，中间那大哥笑了，中间大哥终于笑了。你是作为我的学生，我考考你，能不能讲一个笑话，又把相声的那种逗乐和二人转的逗乐能结合起来？我现场我考考他，咱们让毕明鑫来说一说，怎么样？考考我。好。说是有一个小伙子，上街呢，看一大爷在那卖水鱼，就民间叫这个甲鱼啊、王八啊、乌龟什么的。您这水鱼能喝多长时间啊？好养活吗？大爷说了，白他一眼。哦，你说这个，那看你怎么养。你要养好了，他都能送你走。笑了吗？还差点寸口，差点寸口啊！就说相声更多是靠语言来塑造，但是咱们今天是好好的琢磨琢磨，看看我们二人转身上的绝活，怎么逗，怎么办，怎么舞，怎么唱，好不好？好好好，看哥们儿的配子，全景天窗，方向助力，上边还有多功能方向盘，真皮座椅，无极变速。你会做家务活吗？你比如说做饭，你会不会啊？不会。洗衣服会吗？不会。拖地会吗？不会。那你告诉我你会干啥？我会花钱。收听娱乐开心吃饱，本栏目由金乐宝乳业独家冠名播出。好的，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拿手功夫大比拼。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登场的选手呢，要从说唱伴舞决当中挑选自己最拿手的。那么首先我们有请关晓婷。你好，关晓婷，这个说唱伴舞决，你觉得你最拿手的是什么？最拿手的就还都还行。你好，挺谦虚啊。讲出好故事，赚出好人生。关晓婷，转起来。完了，底下那褶都不对。我咋的了？他咋还瘸了呗？还咋的？昨天我跟你说，我说我不演，你就非得让我要幅度大，多少年的不练的，你这掰不两下子，后来整瘸了。十年未登台，恢复功夫成了关晓婷最大的挑战。又得了膝盖积水，就是每天坚持治疗，得抽出一针管子的积液。关晓婷出生农村，姊妹八人的家庭更令她家成为村里数一数二的困难户。为了生活，13岁的关晓婷走上了二人转道路，成为二人转中的佼佼者，并由此登上了影视舞台，转出了自己的好人生。我想唱一个那个英语听琴，自己就是伴上，你觉得怎么样？那玩意儿有啥意思啊？怎么就没意思？音乐剧情怎么不行了？那你说怎么还就是让我上去一个劲儿的那个弯腰劈叉呀？你必须得展示出来你那种特征，知道不？特征就是唱嘛。那我现在我唱的好啊。啊，今天我给大家唱一段包公铡职。我唱这段呢，我得有个人给我搭。我呢演那个小包勉，今天让那个谁吧，主持人那个傅玉龙呢？啊，在这儿，傅玉龙，你来，这回我给你个好脚啊！刚才我把你埋得够呛，这回给你个反腐倡廉的铁面无私黑包公啊！谁？来，这那谁啊？这场务啊，来给我个凳子来，往这一坐啊，那意思啊。我有台词吗？你没有啥台词，我就道具是吧？对，你就是基本大树啊，告诉我。我的三叔啊！你怎么
能够静静赶考，一保当朝。我的三叔啊，三叔你就饶了小侄，我再也不敢了。三叔。还记得三叔你呀、啊，进京去赶考啊，小侄儿给你就把那个书箱来挑啊，我的三叔你骑着马在前边点点地跑啊。小侄我跳到书箱后边跟着你一撩，我说此话呀，三叔要是不相信呐、啊，小侄我如今落了一个碎蛇咬啊，三叔。再说三叔啊，你思上一思想上一想啊，小侄儿纵然有罪你也得吧，小侄儿要啊刚才关晓萍唱的就是英雄悲，就是小悲调，他有悲剧喜唱的成分。为什么说呢，他求三叔往上一拽他一筋的时候，那小眼珠一斜了，能感觉他笑里藏刀那种感觉。对，非常动情，我觉得我的眼泪都要被他唱出来了。谢谢姜昆老师。好，那接下来有请王亮、小月。你们俩这个拿手功夫是什么呀？说唱伴舞绝都是二人转的拿手绝活啊。我们还是通过短片看一看他们这个功夫背后的故事。因为我觉得猪八戒发朋友圈呼吁大家不要吃猪肉了，猪肉涨价了，可以。你等播出去呢，播出去猪肉要掉价了呢。你管它掉不掉价，现在这么说挂里不就完了？你现在挂里了，那放出去的时候要掉价了呢。这块是你知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是一个包袱。啥包袱？你那逻辑不对。你这么说，就是你从头来来。我说那印哪吒是这么出来的，不是学。台上，他们带给观众的是欢乐；台下，他们承受着创新节目带来的痛苦和压力，一次次彻夜不眠。一次次争执、争吵，观众的笑脸是对他们最大的回报。咱往下走行不行？咱们可是一番一样的情报。往下走，我这个包袱没整完，我怎么走？你现在都卡着了，你怎么往下走？跟小点声，咱都两眼了，现在。跟小点声，咱都两眼了，现在。哎呀，老公，你能不能别磨叽了？你再整一会儿，天都亮了。这一块卡着就先放这儿呗，明天再整。天天为这破节目吵，一排练排到四五点。欢乐的那一面都展现给大家了，所有的痛苦留给了自己。二人转教会了我们许多做人的道理，也给我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快乐。我们既然选择了创新这条路，我们就一定坚持的往下走，讲出好故事，赚出好人生。王亮、小月，转起来。防震膜、高清膜，只要贴了我的手机膜，保管你一辈子都不用换手机膜，每天乐乐呵呵。哎，你好，马上就到医院，好嘞。别动！哎呀妈！哎，这脑袋给你撞的！哎呀妈！你长没长眼睛？鼻子上面打俩口，塞俩绿洞，你那是眼睛不你？哎呀妈，这家把我撞的，还告诉我别动，你搁那瞄嘴呢？
是不怕撞的不够狠呐？嗯，啥呀？你把我撞了。嗯。嗯，你聋了？不聋。这把我震的，你把我撞了。信号不好，发微信吧，啥也听不着啊。哎呦我的妈呀！你咋不说让我给你撇个漂流瓶呢？我做好事从来都不留名。哎呦妈呀！我跟你说不清楚了是吧？我跟他比划吧。我搁这儿啊，卖手机膜，你从那面骑车出来到这，啪嚓把我撞倒了，看明白没？怎么老妹儿你拽的太快，我没看清，再拽一遍吧。你搁这耍我呢是吧？我不可能耍你，有时间我耍猴好不好呢？哎呀，你这种无理的人，你把我撞了还骂我是猴，你长得好看。你看你那脸长得像怪物史莱克似的，那脑袋像撒哈拉大沙漠似的，你瞅你真是活着浪费空气，死了浪费土地，活化浪费人民币，真是2016年败类当中的奇迹呀。我可没工跟你在这儿磨叽，我还有正事儿呢，我得先走了。哎，等会儿你把我撞了你还想往哪走？哎，你给我杀他。你把我撞了你给我杀。哎呦，哎呀，今天这点儿得多背，刚让车撞完又被驴踢了。这把我你过分了啊。我是下水道啊，我过分。把鞋给我。要不然我也不要，太大。12的脚不算大。我说的不是鞋大，味儿大。这家把我熏的。我可不跟你一样的。你不跟谁一样的？你把我撞了。我把你撞了啊。老妹儿，你这么的，咱们能不能整清楚的？啊，咱们俩捋一下，你搁哪来的？我搁那来吗？我搁哪来的？你搁那面骑自行车直接出来，哐就给我撞倒了吗？啊，我在这边出来的，啊，骑车出来的。啊，看着车没？看着了。看着车，你怎么不靠边呢？哎呀，照你这么说，我看你骑车出来，我还得绷桌子跑呗，是这意思不？谁不让你跑了？谁知道你撞不撞我呀？不撞你，我撞谁呀？哎，那面拍电影呢，那大摄像机，你咋不往摄像机上撞呢？多虎，多虎，那一台机撞7-8万的，撞坏我们能赔几吗？我？那你就撞我呀，我便宜呗。你自个儿说的啊、哦！你就说你把我撞了，怎么整？怎么整？我车也坏了，你那什么，你包我俩钱，这事儿就算拉倒得了。哎呀，高手啊！你把我撞了，还让我包你俩钱，我还第一次看着骑自行车碰瓷儿的呢。你疯了？你咋不抢去呢？什么玩意儿？我抢去？我不想跟你这人理论啊，我有急事儿，我得抓紧时间走。不行，走能行吗？你看看你把我这撞的啊，手机膜也撞碎了，好像没把人撞报废，你说走就走啊？啊，那你想咋的？我不想咋的，我就想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再一个了，你这车出来你为啥都不按个喇叭呢？我按喇叭了，观众都听到，你没听着啊？我这么高配置的车没喇叭吗？哎呀妈，还这么高配，这啥车呀？哎呀妈！那个前面车靠边，前面车靠边，后边有车队，后边有车队。不鼓掌的，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请抓紧时间投降吧。我这车啥没有？这啥车呀？啥车？我告诉你，这叫土豪小跑。哎呀妈！看哥们儿的配置，全景天窗，方向助力，上边还有多功能方向盘 ，ABS 防抱式的刹车，哎呀，都是灰，真皮座椅，无级变速，哈、啊，刚才撞你撞的，气囊都撞出来了，
这是气囊啊，这啥气囊啊？你把我气囊拍坏了对吧，我把你撞了哈，这回好扯平了。哎，那能扯平吗？我这么大个人我还没有他值钱呢，你把我撞坏了你赔钱。我赔你，我赔什么钱？我赔钱赔钱，哎呀我满兜就3000块钱，够了，不是给你的。那给谁的？我咋跟你说呢，老妹儿，有一个小孩，孤儿院的小孩，他得了重病，在医院呢，急需做手术。我跟呢一些爱心人啊，我们大家给他凑了3000块钱，我这着急要给他送去。哎呀，再接往下说，撞完人了不给钱，还玩煽情，高明啊！哎呀，哥们儿，就你这演技，你都能当影帝了你啊！老妹儿，我说的真事儿，这有信息为证，你看。啥真事儿啊？还真事儿，哎，真事儿，看明白了吧？啊，对不起，大妹子，今天我实在太着急，把你撞了，对不起，改天大哥来赔偿你的损失。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哎，等会儿，大哥。你还你，我改天肯定给你送钱得了。不是，赔啥钱？你说你这有急事儿还做好事儿？那我也想去看看那小孩儿。你看我这贴手机膜，一天我也挣不了多少钱，我就100块钱，是不是太少点儿了？哎呀，大妹子，少啥少啊？啊，金钱虽可贵，爱心更无价。对，是这个理儿哈。只要我们大家心与心相连，手与手相牵，每个人都付出一份温暖，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每年我都会到一些孤儿院呐、敬老院给他们演出，给他们演出，其实挺愿意做这方面的事儿。临时想到这个小品的时候，然后就突然之间就想到，就把这个事儿套这个事儿上。我敢说，就是我老公今天在央企演的这个车，是我老公自己的原创，而且那个底的词儿，绝对是我俩原创，我俩内心的想法，内心的词语，真的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心与心相连，手与手相牵，能够献出一份爱情。很感人那个小品，我看江先生刚才一直看的也很动情啊。二人转就因为他在老百姓当中，他是因为是最底层的，而且在最底层当中呢，他可能是让所有最底层的人们最喜欢的那些艺术形式能包揽过来的全包揽过来啊！谢谢你们，谢谢江老师，谢谢老师。刚才咱们看到这个王亮和小月月，应该说是在书和扮上下了很多功夫啊，这个演得满头大汗。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选手呢，可以说在唱上啊，确实是非常的有特色，而且一直在坚守，他就是姚军。一个人叫单猪头，俩人叫二人转。接下来我再请出一位老师，东北三省著名的二人转表演艺术家小豆豆老师，来。大家好。这个我发现姚军还是有点心机哈，你看这属于后边还有这个杀手锏哈。二人转有个行话叫男怕什么女怕什么，男怕靠山，女怕红柳子。但你靠山他一般他不敢唱，就是现场我就知道有一位老师就不怕。现场拿老师不怕、啊、不怕靠山雕。对呀、啊、还有这人，就是我们毕老师啊。不是你真会假会啊？我也没想到，我一说他俩就把自己惹祸了。你这么的来，那个来过来就过来，谁怕谁呀。曾经有一次去这个主持节目的时候，是这个闫学晶教了我们一小段靠山雕。毕叔这么的，您呢是著名的主持人，应变能力即兴比较强，你这回你这样，你用靠山雕就是现场现挂即兴唱一唱小豆豆，就现场编词儿，确实没有任何准备。夸夸我、啊、来给他掌声。夸夸学过两句，但从来没有那么完整的唱过，反正这时候就豁出去了。但我这个人也有个特点，这掌声不热烈也唱不好。毕明星我走上台来，先打一总道一声豆豆老妹儿，你要细听啊，要说起你的模样，那叫一个美呀。
所有的美女天仙她都不敢与你争啊。乌黑的头发桃花面，两个酒窝笑盈盈，鼻子下面一张嘴，眉毛下面两个眼睛啊。这一宗这一件，我说的对不对？要走走啊，你修的那美女嫦娥不敢离天宫啊，她只能在空中啊。姜老师，各位朋友，见笑啦。好，我还是没想到李明信还能唱二人转。那既然今天来了，咱别白来。对，光说唱二人转，你光说不行。东北人讲话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啊！咱俩唱着大西厢，来，有请乐队。乐队。西厢是咱们二人转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品，有3600句。这个考验演员的唱功。这本是百家姓啊，咱两个写完毕呀，咱再把写字回文写纸上啊，写个一。一道梁，写个二；李横长，写个三；王字样，写个四；小斗方，写个五；像只虎，写个六；断了梁，写个七；叉字样，写个八；两分章，写个九；金钩挂，一横一竖写纸上。时至前一天，先字念呐，千千万万也对半音儿扬，九字回头就把立字念，立笔的姑娘，咱们两个同了床，八字连笔，人字念，仁义礼智全都扔一旁，七字听丽人，花字念，花言巧语满哄大姑娘，六字连笔，八字念，胆大张声跳过了粉皮墙，五字听丽人还念我，五个夫人靠的英娘，审问了小红娘，四字一横两竖，七字念，西厢下院请我张望，三横一竖，王字念，国法王上，全都扔一旁，两横一竖，干字念，两个人干兄干妹，咱们两个会人羊，一字一竖高，丁字念，丁王举，不愿离他乡，将我呀眼浓啊，将笔高宝啊，得唱出劲儿来。唱戏没嗓子等于干活没膀子，我得用40分钟到50分钟时间站在一个墙角，把这个声音唱什么样呢，已经就是闭合不了了，说话都这没动静，是这事上完事儿。干什么呢，破坏性试验，一身伤啊支撑着他们在舞台上。你今天眼瞅都这年龄了，上台还能整出两句儿。我凶我就凶，我可不受你糊弄啊，谁不知民高官有杀头罪，一到大堂就活不成啊，你妇女害了我的命，是你好嫁给苏大相公，再不离开你王家府，想要逃走万不能啊。张廷秀假装往外走，我糊弄他，一旁喜欢着我二男婴，二哥二哥你慢着走，你真认识我二妹正，二妹若有害你的意，我何必等你六年功，气头上说了几句伤人话，原谅二妹我呀，年纪还轻啊。拉倒吧拉倒吧，花子配不上你王兰英，我生来就是豆芽菜，空堂的竹子那算白人啊，你就好在车沟里跑，
黑瞎子到多难呐、啊，都是个熊。二哥，我生来就是受穷的命，要饭的离不开呀、啊，花子啊他啊。啊一直在观看那个杨坤老师的这个表情，韩子林老师上来表演的时候，他的情绪变得就是非常的激动，我甚至能看到，这样一个表演的时候，姜老师的眼睛当中甚至就微微的有一点就眼含泪花的感觉。给你赔情啊，少套近乎，看你像竹竿子呀，胀来胀去呀、啊，节节长空。成空成空，二哥呀，成，哎妈，就算成，别见了，别谢成啊！从前看你像豆芽菜，长来长去呀、啊，水灵灵啊！挖了空，水灵，挖了空，水灵，挖了空，二哥呀，你就说水灵。哎妈，我就说水灵啊。水灵灵啊，车车沟泥鳅来回跑啊，跑来跑去呀、啊，那个成了龙，成不了啊，能成，成不了，能成，成不了，二哥呀，能成，什么人能成，能成，要苦了能成，成了龙啊，哎呀。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我在东北生活的这八年时间当中呢，喜欢上了二人转。我太太也是二人转的演员。韩老师啊，二十多年没看你演了《炉火纯青》四十年了吧？情谊四十年了。姜昆的老伴敬民，那是我的搭档。是的，没错。我觉得两位老师，你们两位就是转出好人生的杰出代表。谢谢你们的光临，谢谢。好，谢谢谢谢。转出好人生。二人转艺术呢，可以说是兴于田间地头，适合广大观众朋友面对面进行交流的一门艺术。所以我们的第三轮大比拼就是即兴功夫大比拼。下面呢，我将宣布抽签规则。在我面前的玻璃缸里呢，有16张 A4 纸做成的圆筒。那么每张纸上呢，都写有一个词组，请每组选手呢分别抽取3次，抽出的词语就是即兴功夫大比拼环节的3个关键词。请把自己抽中的3个关键词串成故事，然后现场演绎。准备时间5分钟。好，在这里呢，我要提醒观众朋友们，拿起手机开心一摇，您将有机会获得呢由君乐宝乳业为您送出的健康乳品大礼包。逗君一乐，开心是宝。本节目由君乐宝乳业独家冠名播出。实际上大家会想，这个二人转这演员，这说唱伴舞角，虽然表面看起来没有逗，但是他无时无刻不在逗。对啊，那么相声恰恰说学逗唱直接就是一个功夫。这个相声演员呢，跟二人转演员明显的区别，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相声演员那句话，就是说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有的时候他不见得非得自己的长相，自己穿着打扮，自己缺的那个怪相，不是在这个方面。咱们大家都听过侯宝林先生说的那个啊，这个夜里边去上厕所两个人的对话。平常的时候，你看相声演员的分级是4个字。夜里边这个同志要上厕所，一开门咣当响了，这时候这个大爷说：“这是谁呀？”那边的年轻人：“这是我呀。”这个说：“干什么去？”这个说：“上厕所去。”4×16个字，就解决问题。但是北京人说话呢，特别客气，说话啰嗦。要是北京人碰到这个事儿，咣当门一响，这老大爷就说话了：“这是谁呀、啊？深更半夜咣当一声呼吓人呢？”他一人说了16个字，是吧？那边就说话比他还啰嗦：“
是我大爷晚上也不知怎么多吃了一点，水也喝多了一点，晚上憋不住了，我得不行得赶紧起来，您放心我出去马上我就回来。他比他话还多。那个一听说他外边冷，配上点衣服啊，我跟你讲，这是现在着凉的特别多，出门风一吹感冒，我跟你第二天早上你可上不了班，注意点啊。这么说你放心吧大爷，你甭管了。他这啰里啰嗦的说了那么多，你就笑了。他说的如果要是山东人说的话，不用四个字，一人说三个字，叫杰斯西，就这是谁，那边杰斯我，向哪儿去，向别所，你看一人一人三个字。啊啊，这要是上海人呢，上海人一人俩字，三年，就谁呀 啊我呀，自杀才死，你看一人俩字是吧。这要是河南人呢，一个字，一个字，谁我抓牛。接下来要进入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叫做即兴功夫大比拼。好，那我们首先有请第一组演员上场。确实有点难度，因为是即兴，即兴你可能演一个小品一个人物行，而且你这三句话你要演出一个东西，这个就特别特别难。那个我呢也有一个小小的构思啊，那个因为好多年前呢我在二人转舞台啊演过一个小品叫山炮进城，我好多年也不演了，但是我就用那个形象来给大家即兴来表演一段，这个就这三句话啊。改革开放大步跑，农民的现在生活越过越好，所以说我就要进城里找个对象。哎呀，哎，谁呀，正忙着呢，正相亲呢，谁呀？君乐宝啊。什么宝？君乐宝。君乐宝乳液洗澡的？不是，喝的奶啊。就是你这个奶，就是我，就是我爸我妈要喝是不是也行是吧？对，喝了肯定健康长寿。想你请你给村里推销。我现在搁北京相亲呢，一天这业务太忙了一天。哎呀，这些人都是来相亲的啊？都是相亲的。那老妹儿，你也是来相亲的吗？你是不是相亲没关系，这么的老妹儿，你上来你给我搭个戏，要不我这场戏我演不下来，行不行？大家来点掌声，让他上来。来来，你站你站，来给他个麦克。来，为啥我一演我就相中你了？你不了解了大哥，我就喜欢你这类型的。我真不是来相亲的。你不来相亲，我来看节目的。你给我配合就完了。现在就演一个什么呢？就演一个啊，说是咱俩是初恋多少年了，咱俩见面了。这样啊，咱俩就站两座山上，现在我站的这个就是威虎山。威虎山啊，那你再往那点，你站那个山就叫大喇子山吧，行不行啊？大喇子山就是咱俩多少年不见面了啊。完了就是我特兴奋激动啊，你就激动那种激动啊，上来啊，我喊丽丽哥哥。你这也太短了，这个时候啊咱俩是两个山，你在那个山我在这个山，中间隔着很长一段距离呢，老远了，你得像我这有点回声啊。好好，明白了。丽丽阿拉乌尤，我爱你哥哥，我不爱你。傻娃，你怎么能不爱我？你得爱我，你不爱我这戏怎么演呢？我真的啊，我喊丽丽阿拉乌尤我爱你，你就喊一个字行不行？吐吐会吐，可以吐。丽丽阿拉乌尤我爱你哥哥。吐吐吐，我先吐。吐丽丽。我这要是抱上了，他该打我了。谢谢大家。大葱有下水宝宝了，静静他是前后哪也搭不上马呀，这样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时我就想，这大葱怎么来往里设计呢？人这一天走路摔跤放屁闪腰，要问我跟谁生气啊？我那未婚妻叫静静，处挺好的，说分就分了。
我给他打个电话。哎，还能不能行了，静啊？咱俩处挺好的啊，说分就分了。我告诉你，今天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还在我们第一次相约见面那个 KTV 里，听我给你唱那首你最爱听的歌。唱的这个累，唱的这个渴，服务员，哎，把你家最好吃的、最贵的都给我上，好嘞，都给我上来，来嘞。今天不开心，今天不高兴。你好，大哥，这是我们店里最好吃、最贵的。你这服务员有病吧？你有药啊？你能治啊？啊？怎么还没完了呢？你怎么？这是最好吃的吗？这你一般唱歌唱不上去，咬两口大葱都能喊上去，嗷嗷的。那你那意思，我刚才唱歌之前我还得多吃点大葱。哎呀，就算它是最好吃，它是最贵的吗？比汽油还贵呢，你说贵不贵？汽油贵，你也不能喝汽油啊。你这服务员说话这么差劲呢？谁？我告诉你，今天我心情不好，我不想搭理你。你心情不好跟我有啥关系？心情不好你跟我来啥脾气？来啥脾气？你看你上台说那句话，你冲我干啥呀？啊？谁冲你了？你怎么回事？你这人呢？你怎么回事啊？服务员能不能服务态度好一点？我怎么服务态度不好了？我上来你就说拿大葱了，又拿啥了？那不吃拉倒呗。大葱怎么吃？大葱怎么？我是不是给你点脸了？后边呢？我这大葱10块钱一斤，你说摔都给我摔坏了。这几下子吓死外边了。吓死！咔咔响。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欺负服务员的后果。我发觉你这服务员比较三炮。你骂谁三炮？我骂你三炮。你好，你是五炮。你是爱啤酒，你是大骂雷子，你是大吃货，你是窜天猴，小名叫啾啪。那你唱那玩意儿，唱那歌吧，还不够发泄，我可没工夫跟你扯。我唱那歌咋的了啊？听到没啊？我刚才唱的呼麦都好听。哎呀妈！别唱了，就你这一吼，狼都得上吊。你个服务员说话能不能注意点？还我一口狼上吊，你会唱吗你呀？就你唱那个歌都没有我半夜打呼噜的声音好听。服务员咋这么能吹呢？来来来，你把这玩意儿扔这儿来，你给朋友们唱一唱，来唱，唱一唱，唱唱，唱呗。我告诉你。你要能唱好了啊，能唱出掌声，我把这一盘大葱我都吃的。古代这么玩的人还没唱呢，你喊什么玩意儿喊？别喊这么奇迹的事，那我也点个歌。你是我的眼，在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
哪来？别闹！哎，哎，别闹，咱能不能别闹？那你们提瓜喊一膀子吃不吃？哎，我呀，问这位最不爱笑的大爷，吃吗？吃。象征性的吃一点，是不是？别把胃吃坏了，是吧？来，你吃。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把脑袋砸够呛吧？啊，找个包。你媳妇下手挺狠呐，那个都砸弯了，你看你。记性相当好了，脑子着个包嘛。老公，我不是故意的。他弄盘子给我这块打了一个包，我第一条算中奖。观众一高兴，我一激动，下手有点重了。只要大家开心，打俩包我也值得。而且你个吓死宝宝了，你像这你还得发咣咣打的，哎呀妈，吓死宝宝了。这爱情的小船咋说翻就翻呢？你就应该把这些什么网络语言呢都给它搁在一块儿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你们过去演的东西跟现在的东西结合起来，而且又结合着二人转的特点，看你演的这个唱的歌曲啊，包括你这种呼麦的练习呢，都是很难掌握的一种技巧，都不错，应该把掌声送给你们。谢谢老师。我觉得给最后即将登场的第三组选手带来很大的压力。第一个反应就是有点懵，说心里话，因为你看三个关键词，一个是女神，还有一个秀恩爱，再一个就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所以说我在后台啊，我就构思了半天，我这个怎么弄的？我就灵机一动，想起这个事儿来了，就是来源于我弟弟，就是大龄青年不结婚，父母逼婚。转出好人生，由君乐宝乳业独家冠名播出。选择君乐宝。因为对你好，3.5克 OPO， 更多亲和，更多舒适，给宝宝更好的。欧盟双认证中国好奶粉，君乐宝。所以说呢，我就现场啊，我看看哪位美女帮我演一下啊，就咱互动一下，就假装吧的好不好？哎呀，这个我觉得演技挺大。不是老妹儿，你这样啊，就是咱俩呀、啊，假装的，就是演一个对象。哎，你看你看，准备，我得，你看后边大姐都说你去吧，自己来的。我刚才讲那个，您听懂了吗？哦，我听懂了。就是什么呢？我演一个单身青年，然后呢，你演我媳妇儿。你别害羞啊，老妹儿，你贵姓？叫刘姨。刘。不是，你再说一遍，叫什么？我叫刘姨。不是老妹儿，咱这是假装的，咱这你别捡我便宜啊你啊！我真的叫刘姨。不是，那我这得怎么？那我叫啥呀？我怎么称呼您呢？你可以叫我小姨。不是，老妹儿，你手这么凉呢？这冒汗了，冒凉汗。但你要现在要正常，咱说演夫妻，你这么的都不过关，你都得那啥拥抱，你都得抱不抱？大点声，抱不抱？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抱不抱？那兄弟喊着抱，你来抱来吧。哎，老妹儿这样啊，你别害羞，就是抱啊，这么的啊。就是呢，咱俩就比划到位就行，就是松紧度由你来掌握，好不好？啊，别害羞啊。哎，老妹儿，你这样，你因为你去见我父母，就是你会做家务活吗？你比如说做饭，你会不会啊？不会。洗衣服会吗？不会。拖地会吗？不会。那你告诉我你会干啥？我会花钱。
哎，老妹儿，你去了就是说去了花钱，还会啥？我还会唱歌呀，跳舞啊什么的。哎，别，你会啥？会唱歌？这回这样，咱俩唱一个情侣对唱，就那首歌叫什么了？红尘情歌。他点的《红尘情歌》。哎，DJ老师有没有这个音乐？《红尘情歌》这个。哎呀！你知道我曾爱着你，你知道我还想着你。爱情的故事分分合合，不是我。轰轰烈烈的曾经相爱过，今天我在唱这首歌。我的手，因为有我，让我唱一首爱你的歌。怎么样，朋友们？谢谢大家。好，那么现在三轮大比拼已经结束，现场可以说是火药味十足啊！那到底谁会成为本期的最佳人气选手呢？那接下来我们请傅艺龙带领大家现场投票。每一位观众上台来领取一个乒乓球，你喜欢哪位选手就把乒乓球投给哪位选手。那我要提醒观众朋友们，拿起手机开心一摇，您将有机会获得由君乐宝乳业为您送出的健康乳品大礼包。逗君一乐，开心是宝。本节目由君乐宝乳业独家冠名播出。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视网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经过三轮激烈的比拼，今天的最佳人气选手已经产生，那就是王亮、小月，祝贺他们。好，那么下个星期六在转出好人生的舞台上，比拼依然上演，精彩还将继续。这个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不能笑。小小虫儿，拿命！你拿过来吧。